另外再来看到2024巴黎奥运倒数60天，台湾不少的国手届时也将登上体坛最重要的殿堂。而为了让国人可以到时候呢零时差的掌握到最新的赛况，知名电信大厂是连续取得了5届奥运新媒体的转播权，无论是多高难度的动作，镜头都可以清晰的捕捉到。那么今年还创新规划了 AR 扩增实境的功能，可以在真实生活的场域当中跟运动员同框互动，也可以使用超过60个镜头环绕拍摄，全方位的捕捉到选手的动态，就算到不了现场，也让民众可以透过电视感受到热血的氛围。